我是马朵华，我在绍兴，我在新昌大佛寺，准备给你们拍下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大佛寺风景名胜区，门票81位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过个红绿灯，前面就是路口了。时辰，一休哥。景区全景图，还是非常大的。这是路口，一直往里走，非常多的内容。1500多年历史，厉害了。80块钱。就能参观1500年历史的大佛寺，稳的不行。我们呀，往里走，走。这是在装修，可能是把这个有颜色的石头啊运进来，这样啊就更美观。好像是这样的，我准备啊往前走，前方就是路口，走。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不是一般的地方。这里是地图，很厉害。大雄宝殿，江南第一大佛，非常厉害。走，往里走，大佛寺。谁在哭泣？谁在哭泣？大佛疏散基地，这里啊是一排商店，可以在这边买点水喝一下。香烛处需要开光的呀，也可以，不错。服务非常全，往前走，前面呀就是检票口了。大佛烤面包，不错，喜欢吃烤面包的朋友啊，可以在这里买点本地特色大佛牌烤面包。这是一休哥。这一条桥，给你们拍下这个桥。无处不在的一休哥石窟，厉害的石窟，厉害了。这里是可以上去的，
卧佛殿。到了，去拍一下卧佛殿。厉害了，厉害了卧佛，厉害了。出来了，这边还能走过去，我就不走过去了。这里有个山庄，发现没有什么人，下面是有人，千佛禅院。前面有一个笑面佛，就是这里。松鼠，城隍庙上面有小松鼠，这是松鼠，不是很清楚。松鼠老铁在吃什么东西？
幸福其实很简单，一份大佛礼物足矣。厉害了，大佛，很简单的幸福，花钱消灾就是这个意思，随便花点钱呀就可以获得幸福了。厉害了，舍利塔，檀光尊者，舍利塔，厉害了，时辰五岔，天宇这下面就是大佛了。
智者大师纪念堂。视频啊，要么就在这歌声中结束吧。